又回到了熟悉的这个地方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和这个城市一起共同见证了彼此的成长。一个人和一个国家，一个地方一样，都有着自己的梦想。虽然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方式不一样，但梦想决定了每个人要去的方向，我也毫不例外。我叫谭大东，是农民的儿子。爹很早就离开了我们，娘一手把我们兄妹拉扯大。由于家庭贫困，16岁的那个夏天，我含着眼泪离开了学校，到北京来打工赚钱。我发誓要让娘过上好日子。爸爸，叫你一声妈妈，叫你一声叔叔，叫你一声舅舅，叫你一声姐夫，叫你一声妹夫，叫你一声老婆，叫你一声孩子。叫你一声哥哥，叫你一声弟弟，叫你一声姐姐，我叫你一声妹妹，叫你一声大爷，叫你一声老乡，叫你一声老公。我呀，老公，我呀，一声兄弟。老谢啊，跟免费接送，免费接送。我北京理想已经太久，我不叫你妹。车站到了。下车吧。老板，俺来就是给司机了5块钱来。你那个是车费，现在是住宿费。多少钱？50。别给老娘废话。老胡在吗？不晓得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认识安虎吗？安虎，安虎早就不在这儿了，不在这儿了。
老板，您这还招工吗？招工啊。鱼香，肉丝，这是肥菜炒鸡蛋，煎熟牛柳，还有这是煎熟炒鸡蛋。啥玩意儿？啥都不会，滚犊子！操，真不要人！啥玩意儿？啥都不会，走走走走。走开走开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啊。连押金都交不起，当什么保安？上边去。记不清自己被拒绝了多少次，挨了多少次骂。我像一只没头的苍蝇，在这个城市里到处乱撞。我没有文凭，只有一把子力气，捡垃圾、收废品、擦皮鞋、扛大包，所有被人不笑的活我都干过。我白天干活，晚上就找个公园和桥洞凑合一宿，我成了这个城市里的盲流。你这干啥了？捡垃圾了。谁让你给这捡的？没人让我给这捡。咋了？新来的吧？这叫谁地盘吗？俺不知道。龟孙子，你刚这叫啥爷？你找死！你要干啥？师傅，你这还照顾吗？小猴子，你过来吧。在工地上干过没有了？没有。电工回不回了？嗯。水工回不回了？不回。油工、木工回不回了？也不回。呀，你这水电暖、油瓦木都不回？都不回。不会，不会。那你想干啥了？我可以做小工啊，我有的是力气啊。小工啊，我辛劳了，要不这的吧，5点钟，你把这些东西给我搬到楼上去，我就收了你了。中。那你把包包放下吧，赶紧放下吧。这上班能不能行了？没问题。你慢点儿，一、二，啊，小伙子还可以了嘛？那你搬上去吧。哎。
谁抽烟呢？这是抽烟的。这是工地，知道不？不许抽烟。抽烟回家抽去，知道不？哎，这活都是你干的？下午有点紫。啊，看你平时懒洋洋的，今儿这活干的挺麻利的，是吧？然后我洗澡去了。啊，去吧去吧去吧。 老周，回来。队长，队长，再来。小伙子，这站着。这是你的？你是哪里人啊？俺是河北汉南关头人。哦。这个东西都是你搬的？嗯。哦，行，小伙子，行。队长。别客气，别客气，你听我说，队长，走，队长。 行，小伙子，挺吃苦的哈。哎，跟我走吧，好好干啊！哎，我终于在工地上溜了下来，虽然辛苦，但总算是碰到了一个稳定的饭碗。哎，是大董吗？爷，俺红人能给这儿来？ 我来了这儿了，你啥时候到北京来了？我来了有几天了。嘿嘿，有几天了。啊，怎么样？那个家里都好啊？我去原来的工地找你干活吧，别人都不跟他干了。我跟你说的，我的船根本都没法干。你现在在那住了？在那都给咱这工地上了？在工地上来？啊，你也在这块工地上来？啊，那太巧了，真是。哎，那个小李呀，小李，我这儿来个老乡，俺想。 请回家宅不宅？请回去吧。那谢谢了啊。你个家生了，你咋到北京来呢？啊。你看看这面多少事啊！老板娘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俺兄弟刚从老家过来，以后我得照顾他啊。这是老板娘人可好嘞，谢谢啊。 大董啊，我跟你说，胡哥到北京这么多年，啥也没干成，没出息，普通话都不会说。哎，胡哥，没事儿，咱用双手，咱怕啥？啥活咱干不了哎。你说啥？你有一双手，你把你的手伸出来，我看看。我跟你说咋了？没事儿啊。你真是个傻小子，我跟你说，在这城里边啊。 有三只手都混不上饭吃了，你两只手能干啥？在城里边想挣到钱，得有路子，有人脉，得有关系，我才看明白了。以后甭管干啥，只要能挣钱，咱都去干。你得跟我学着玩。哎，来，走。事实上，我并没跟他学，我在生活和工作里寻找自己的老师，我更愿意踏踏实实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他是我的第一个师傅，是我在工地上干活时偶然认识的。他不仅仅教会了我电工技术，还让我学会了更多更多。问你这道，马上随后。师傅，忙着了。嗯。俺听您口音好像是汉南的，你是汉南的吗？是。 俺也是汉南的，你是汉南哪的？关头。俺是关道的。恁瞧啊。啊。好。师傅，俺从小就喜欢这个，你能教教俺不？又危险又复杂，不好学。俺不怕危险，只要师傅肯教俺就行。真想学？啊。这根可没骗。俺不要钱。是吧？啊。 哎，师傅，这啥是啥？烘干器，电流烘干器。啊，烘干器，它是起啥作用的？你这里边儿注意。是计量。这啥嘞？楼电开关。三箱楼电开关，三箱楼开。安师傅。
那爹的，娘，俺走了。 哎，师傅，啊，咱工地上你是回不去了，我郊区那边工地上有个朋友，你实在不行，往那边去干去。啊，行行行，啊，谢谢，哎，师傅，赶紧收拾东西。端路的时间，让我因祸得福。在师傅的介绍下，我来到了一个大工地。在这里，我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的农民兄弟，大家来自四面八方。 大东，大东，大东，行行，大东，来，你开始。行，哎呀，大东，你可醒了，哎呀，大东，我咋都给这儿了？你怎么了？又晕又吐的。啊，现在攻击非常急，我得赶往医院。哎哎哎，你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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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能不去吗？大东啊，那拼命干啥呀？啊？ 这几医院没人敢管，谁给钱啊？给俺就中了，我走了，老秦，今儿公司我不养了。我走了，大春儿，走吧。哎，你陪自己去。好好好，我去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
病人已经确诊了，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，需要马上手术。你们准备押金吧。大夫，那要给多少钱呢？3000块。三千。小猫，你那还有多少钱呢？我这一共才10几块钱。病人需要尽快手术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哎，医生，你看这样阿贤，就是先让病人手术，以后我们再去筹钱，好好？对不起，我们有规定。大夫，医生，大夫。哎呀，怎么办？要不这样吧，老妈，我回去取钱去，你给他看着老罗。不，你哪边有那么多钱？这你别管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大家给我听清楚了，明天就要开始放电缆。我们都晓得，这个电缆放电缆是最苦最累的活了。我们的工期非常非常紧张，10天就要送电呐，10天呐。所以，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强调一下，我们心中那根弦呐。一定要绷紧一点，一句话，千万不能出错了，听清楚没有啊？听清楚了。一二走，快点啊，抓紧，我们扶住了啊，那好了，别住这儿啊，快点啊，经理。喘着气来，那这混的吗？这空气有没有问题啊？空气啊，应该没得问题啊。问题那时候要加不加？不用加了吧？不用加，抓紧赶，快点，好，快点啊！抓紧，不加啊，快点啊！1、2、走！哎，停，这咋的了？破皮儿了，裂口，咱干活了，干活！这可是这栋楼的主电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赶快吃饭了，走。不中，只要出现事故，谁负责啊？可以是我，可以是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歇会儿啊，我去一趟。好。慢经理，啥事儿啊，大东？这笔电缆有问题，将来会出大麻烦的。李队长了？他有事出去了。我给他打电话。这李队长太不像话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那我只能去厂家看看了。这边工地的事儿，你现在暂时帮我负责起来啊。行，慢经理你先去吧，我再仔细检查去。好，你再仔细检查一下吧。你这队长干啥吃的？电缆出那么大事儿，一个小点工嘞，太大都那么花钱。陈哥。今天这个事情干得还可以吧？今天那个力挽狂澜的小伙是谁？这个小伙子啊，他叫韩大东，是河北人。这小伙不错，能干大事。嗯。大东。
来，大东。啥事啊，孟经理？啊，那边工地有点活急，你看找几个老乡给帮忙呀。啥活啊，孟经理？配电池。反正活儿又说实话有点不太好干，有难度。中，我没问题，我再给你问那个咱老乡吧。好，多费你大东啊。啊，没事儿。董事长，任务给带来了，技术能力都很棒。太感谢了，真是雪中送炭呢。这是董事长，以后听董事长安排。董事长你好，我知道你，大东。快走快走快走，几个快点！奶奶，这破工地十天内能完工吗？这就是个烂摊子嘛。妈，干啥呢？快快点啊！是邢科长来的吗？是，我们从别的工地调来的。这活可不能等，上人不让刚走，这不是你们要来了？快走快走快走！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！活能进，活能进，给你今儿干啥了？快走快走快点！真干的了，快走快走！红星儿，俺就教育我要讲诚信。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做事情要板上钉钉。我既然被大家伙给到了前面，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我不想给自己留退路，我知道这是我的机会。怎么就你俩人？其他人干嘛去了？大头，这帮鬼儿子太不仗义了，一定说这个活不好干，都跑了。啊，那咱也撤吧。咱这走了又进了又咱连工往哪搁了？人不能不讲信誉。要走恁俩走，我不走，我给你一个人干。你把我们阿七看成啥子人了？你不走我会走吗？那就上来一半干。那老子赶紧干呗，还问呢？大东，能按时做完吗？只剩两天了。放心吧，董事长，绝对没问题。干吧，走走走走走。哥几个，咱再坚持坚持，把这点活干完吧。哎呀，这活不是一天干完，走吧走吧。不中，今儿活我不必必须完工。哥几个，咱再坚持坚持，加把劲儿，今儿活务必完工来。行行行，来，使劲啊！来来，一二。我之前请了两拨人，中途都跑了。还是你，你行，我记住了。来，山文同志，这钱不能要。怎么？钱嫌少？山文同志，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从别的工地调来的，要你的钱不合适。没关系，这是我额外给你的。同志，这钱不能要。那好吧，我就尊重你的意愿。但是这个呼机，你必须要。这算是我送你的礼物，咱们交朋友，可以吧？那行，那谢谢，这个我收下了。嗯，哎，大东，如果是以后单独找你干活的话，你敢干吗？上官同志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肯定敢干。哈，好小子。白天我玩了命的干活，晚上偷偷学习电工知识。大东兄弟，你还不睡啊？我都起第二回了，你洗到啥时候？我马上都睡。农民工，你的人命，你二胡身体咋弄啊？睡吧睡吧。我的事业终于起步了，可娘却一天天的变老，
我曾经发誓要让娘过上好日子，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回来孝敬她。现在我却没有时间陪伴她。我像一只射出去的箭，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。系上了，哎，我先回屋了啊，哎。这是我那份钱，拿着。老罗，你的钱我不能要。你听我的，拿着。谁还没个男的？大东，我就这些了，你不要嫌少。大东，我就这些了，你也拿着啊。大人的钱我不能要。你听我的，你拿着，这还有嘞。这是。双包、暗户，工友们凑的钱，我给你换成整的了。来，趁热吃吧。老板娘，你给我拿个杯，给你纸来。大东，你这是做啥子？我给大家打个甜条。哎呀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咱娘在医院里等着嘞。你快去走。哎呀妈，你赶紧走吧，这边跟帮顶着干啥呀？你这是。大家的情，我心领了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医生，俺娘啥病啊？大娘这个病呢，也坚持不了几年，而且要治疗的话呀，需要一大笔钱。出于你们家庭情况和病情考虑，我建议你们把大娘带回家好好休养吧。俺娘没救了。我建议你还是把她带回家好好休养吧。娘。王小慧。娘。王小慧呀。娘。你赶紧住这儿，一定要会，会啊！大娘，病了，安心住这儿，还一定要会。娘说，活着的人是无法看清太阳的，只有临死人的眼睛，才能看清太阳的颜色。我没有最后看到娘的眼睛，我似乎是
世上最不孝的儿子。我不知道娘是不是会原谅我，娘在那头是不是会流泪背叛。我在梦里梦见最多的就是背着娘回家，我多么想再有机会背着娘回家。小男孩小，那也要上学。知道啦，你放心吧，好好干活，不要老惦记着家里。桃子，等将来我给外边干好了，我得回来接你。哼，那要等到桃花都谢了。桃花谢了，正好接桃子。桃子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大同，洗澡走。来来来来。哎，是董事长吗？啊，上官小姐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爸怎么样啊？啊，我能干，我能干，你只要相信我，肯定能干。哎，喝汤，喝汤，喝汤嘞！喝汤，从东乡到西乡，三千婆娘说我老婆熬的汤。咦！哎呀妈，这地儿住的比相亲差太远了，这也。哥呀，他认得知足。哎，几十个工地下来，这个工棚啊不孬。哎，给那个什么板儿去。嫂子，我有了。哎，有了。啊，来，嫂子，你把我们又收拾房子，又帮我们做烫，还是蛮好的啊。哎，再来的工棚啊，那只要有了女人，那就是家，那就是天堂。闺女儿子有口福了。哎。嫂子，给咱还喝汤了。这咱还有一个嘞。嗯，来来来，喝汤，喝汤，喝汤。咋样啊？真好喝这汤。好喝就多喝点啊，还有好多嘞。啊，中中中。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，我今儿接了小活。接活了。啊，接活了。麻烦大家明天给我帮忙去。大东，你说干啥子，我们就干啥子。好，我也跟着干。哎。我就算了，我还要复习，还要考试。你考几年了？这考试没得办法。没事没事，双宝，我将来希望有你这样大学生的朋友嘞。好，好，阿七老陆，土哥，咱明天一块去上工地干活去。行，没问题。来来，喝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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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堂，来，咱们一堂带酒，敬敬嫂子。哎，好，哎，欢迎嫂子。哎，敬大董，敬大董，大董有话，咱们有见证。好，敬嫂子。哎呀，敬大董。哥们儿啊，哥们儿，你又一好活儿。哎，不行，你们跟我走吧，那钱呀比这边多。那大东这边的活咋整啊？哎呀，管他呢，那边把钱给补上。我是说大东这边的工期咋是干吧？工期？工期跟你啥关系？你啥呀你？不是你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地道？不是我们虽然是农民工，也得讲点信用。你不节骨眼拆人台呀、啊？
你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啊！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不去。你，咱不去拉倒。你们这帮傻蛋。这个龟儿子，我跟你讲，他怎么他在哪都干不长。他怎么能有这样人呢？爸，那点干啥呀？带哥几个挣点钱。哎，哥几个，这会儿不能走啊！这啥时候啊？咋了？朱亚发，你就找钱。钱咋了？不挣钱吃啥？我就为了个钱。做人讲信用啊。啥狗屁信用啊！亚发，你走了。哎，哥几个，走不走？哎，亚发，不走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朱亚发，亚发。哎呀！哎呀！这大钱回来了啊！这个乖儿子现在有钱了。哎，朱哥，我说不讲信用不行吧？真是不懂你啊！你说俺大娘都病成那样了，你还有功夫在这挣钱？嗯，你说你平常孝顺没法，这点账我都真是不懂你这样事。你知道我多想俺娘吗？我恨不得马上飞回她身边去。公证这边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工期又特别紧，你也知道，延误工期意味着什么。这是我头回接活，上官兄又那么信任我。再说了，我走了，我手底下这兄弟该怎么办呢？是是是，这事确实挺难。你说啊，你说要是回家吧，对不起兄弟；要是在这儿吧，又对不起娘。是，这事挺难办。安虎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事啊，你还是看看办法。你现在有空，替我回趟老家，看看俺娘的病情。等我这边活完了，我马上回去。你这是哭啥嘞？你这么点事，这么点事你哭啥？你真是，我替你回去，你娘都是俺娘。你放心吧，家有什么事我都给你顶了。来，来，把我哭着，来，哭啥来着？
大娘，大娘，这怎么吓人？大东，你干这个活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你亏了多少。这样吧，我在原版的基础上加上你一点钱，因为我的改动实在是太多了。董事长，不用了，你已经给了我们不少了。大东，你的活我是看在眼里的，我想叫你这个朋友，你就别推迟了。那行，董事长，谢谢你了。嗯，我把董事长多给的钱也全部发给了工友，我终于兑现了自己的诺言，我让我的工友们都拿到了工钱，看到大家伙那么开心，我的心里也乐开了花。我现在少拿点也无所谓，只要还有这帮兄弟跟着我，这条路就要踏踏实实地走下去。我知道自己将来的路还很长。哥回来了。娘，小楠呢？她在那儿。你现在关心会不会太晚了？人娘都走了，恁长时候你干啥了？今天我特意来告诉你，今年秋天我要和安虎结婚了。安虎？是你先不要我的。桃子。桃子，我曾经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因为我不仅赚到了钱，也让我的农民工兄弟们过上了好日子。我甚至相信了金钱是万能的，可有些事情并不是钱能解决的，比如说亲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对不起的人是娘和妹妹，还有桃子。
当成他自己事干。另外，进入工地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注意防火措施。睇见一座一座有个性嘅建筑物喺地平线升起嚟，变成一个标志，对男人来说是幸福的事。是啊，大东，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当兵吗？上大学？你猜不到的，是吃饱饭。这强烈的想法一直陪伴我到中学。有些时候在梦里，我会捡到很多很多的饭票。我小的时候家里边也很穷。穷人最缺的是什么？钱。是野心，是志气。俺娘小时候常跟我说：“人穷志不穷。”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，人说话，人走路，这世界才多姿多彩。从小我就喜欢踢足球，也喜欢看球。我最喜欢那个戴眼镜的体育解说员，我的梦想就是能够看他的现场解说。谁呀？我是韩老师家吧？挺好的。啊，挺好，挺好。啊，行嘞。韩老师有事叫我。好，谢谢啊。那，哎，韩老师。我给你带了点小礼品，这是俺家乡的一个土特产，黑桃。哎呦，看看，邯郸的黑桃。对，太好了，这雕工啊，这漆面真的是不错，不错。哎、这不过你送这个给我，我真是受用不起啊。嗯，因为俺从小都看你喜欢看你主持的体育节目，另外。俺这些农民工也特别喜欢，都是咱邯郸的。哦，嗯，俺准备想办一个农民工的足球队，希望到时候叫你过去给指导指导。组建农民工足球队，好。什么时候你们组建，什么时候告我一声，我不但过去，还给你们现场解说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是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。咱就这么定了啊。好，好。什么时候成立的时候通知我一声。一言为定。好，好，就这么着。那怎么着？那韩老师，我还有，哦，那想让你给添个字儿，这也是咱们农民工的一个大家伙的一个期盼。您看，哎，没问题啊。嘿嘿嘿，熊哥，最近身体好不好啊？还好，谢谢。啊，我这次来呀、啊、是专门为了一个大事情，我正在开发一个大项目，叫国岭国际高尔夫多功能度假村。啊，目前呢已经投入了前期资金应该是98亿了啊。哎，我就已经邀请过一个北京的地产大亨，叫什么潘21，还有王石头，还有任志若一起加盟。那我今天来就是想请熊哥也加入我们这一项。那我今天来就是想请熊哥也加入我们这一项伟大的事业。你怎么会想到跟我合作了？哎呀，谁不知道你熊哥财大气粗，名扬四方，你是实力大得很啊。你的加入就像我们四川人说的那样子，嗯，真的就雄起了。你话系咪啊？系嘅，系嘅。一个咩？你俾時間我考慮一下，有時間嘅我俾電話你。好啊，謝謝熊哥，熊哥，
你再考虑考虑好不好？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！谢谢，啊，再见。你这局太危险，我帮你示范一下。你咋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呗。哦，这不赖啊，这工程开的挺大的呀。这今年不见你都变矮了，这肚子长那么大。还行还行还行，小兰、涛他们都挺好。挺好挺好。嗨，其实是不好，这真好我就不来找你了。咋了哥？我是最近啊拉点饥荒，你看你这能不能给我准备40万块钱？等我这工程款下来以后，我还给你。这事儿我还真听说了，我听说你最近赌得挺厉害，还欠了不少钱。这谁他妈胡说八道？我啥时候赌过？这是。既然这事情你都知道了，你也知道我现在真是确实困难，你这得帮我个忙。这忙胡哥，我还真帮不了你。我说大同，别说小时候我多么照顾你啊，咱都说俺娘的事儿，都说俺娘这去世，知道吧？俺娘生病是谁在床前这个孝顺？俺娘不在了是谁是披麻戴孝送到坟茔？你不看层面看坟墓，你手里那么多现金，你都不能帮帮我？我现在这么困难。胡哥，这就是帮你其实害了你。赌债是个死窟窿，赌多少天都赌不满，给你这些钱都用不到正道上。你别跟我说好话，你这是解释不清我跟你说的呀，忘恩负义，啊！我要有一点办法，我能来求你呀。你就是嫉妒，嫉妒我跟涛子这个关系，涛的关系能怨我？求求你，借我点钱咋不了？我现在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我这。不借，我真不能借你。太大度。这是你说的啊，你是真不借。好，胡哥，回头是岸。你说啥？回头是岸？我回头我给你。媳妇儿，这气儿的这个事儿哪儿来的？哦，我今儿上大总借的。我都知道从大总借的，我跟你说好多少回啊！这穷死饿死的要饭钱也不能找到，这也不能找到太大总的东西。你再去叫他借钱来，你去。他也是一心想帮你。他帮我，他为了好心帮我，我跟他啥关系？我找他一分钱都没借给我，他为啥借给你？啊？我跟你说，他都没安好心儿，他都是叫我你把这钱借给你啊，叫你看起来你嫁给我你后悔，哎，你不如嫁给他。我跟你说，他都是安这心儿。胡当，我是你的媳妇儿，我还能跑嘞？你别给我说那好听的，我还不知道你心里咋想的呀？啊，你心里账都后悔了，他比我有钱儿，是啥不嘞？你整天跟我在一块儿过，实际上你的心里还想着他。我跟你这么说啊，这个谭大东既然这么想，你都给他过来。哎，你方是个二锅头，这我也不要了 啊。你给他过吧。胡子，你别走。胡子，你不拉我，你这穷娘们，我跟你说，家东我都不要，你都要啊。胡子，胡子，胡子，胡子。来了，各位，下钱了。小子，你的。
慢点。九，九，九。庄九点，闲零点，庄颖。我多收指头。说什么？我赌手指头，没钱的鬼跟你赌啊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给你放点吧，好不好？两万。阿仔，拿两万过来。两万块。下钱了，各位。没酒了。拿酒，不要急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服务员。要茅台。哎，东哥，啤酒，啤酒。五两爷。哎呦，喝不了，喝不了。只能喝啤酒哎。服务员，快点来。给东哥倒上来，兄弟。给东哥倒上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等等，等等，这么长时候了，你为什么不找我？我可能请哥。请哥，出来做工程，你还记得我们吗？你就知道你的兄弟和你的客户，我们村叫啥模样你都忘了吧？娘病了，是涛子君和我送娘去的医院。娘走了，也是涛子君和胡四哥帮忙，还有村民们帮了我们好多好多。肯定的，难怪涛子姐不嫁你，不稀罕你的钱，我有双手，我可以养活我自己。孙子，都是哥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大娘。事情都过去了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孙子，你给哥会点吧，听哥慢慢跟你说。我不想听。最近还好吗？咱这发财了？嗨，你才发大财了，我也就不过是给李总跑跑腿。李总？哪个李总？就咱们工程队的李队长啊。忘了吧？哦哦。哦，朱先生。哎，李总在吗？两位预约了吗？预约了，预约了。哦，那你们等一下，我去问一下李总。这事有谱吗？啊，太有谱了，你放心啊。行。李总，请你们进去。哎，一块儿。哎，你们参去，我就不掺和了啊。都是哥们儿，咱一块儿去吧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啊。嘿嘿，好，好，嗯。哎呀，兄弟啊！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！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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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听说你现在混得还不赖吧？我还行，您这把生意做得不错啊。哎哎，别叫我李队长，叫我李总啊！我现在做的都是大项目啊。你看看这块地皮，这个地皮的价值你是知道的，啊，黄金地段，价值连城呢。一般的单位他根本做不了这个项目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不就是关系吗？对吧？李总，杨局长来电话了。哦，接进来。喂。嘿嘿，
嘿嘿，杨局长你好，嘿嘿嘿，哎，啊，好好好，那回咱们那个地皮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啊，那么多啊，我现在手里就剩6000万了，能不能他通融一下呀？啊，好好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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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啊，兄弟，最近实在是太忙了。没事，您这做的都是大生意了。兄弟啊，是第一次看到你啊，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特别投缘。那个上次那个吊电缆，如果不是你呀，那就真是麻烦了。我上一次一看呢，我就觉得你这小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啊，是不是？嗯，那是我应该做的，李总。这次，李队长，不是李总，对，我确实想跟你合作，希望您能多多关照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李总，这是您明天的行程计划表，刘总一会儿就要来。哦，好，那个那个，好，那兄弟，我就不陪你了，回去好好做个预算，啊。这个还是那句老话，这个骑自行车上酒吧，能省的就省，该花的就花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兄弟。哎呀，哎，按照这个合同的规定啊，你要先缴纳5%的违约金，也就是250万，没问题吧？钱是没问题，嗯，只是转账可能慢点儿啊，因为还有部分工人工资没开。哦，你就放心了，合同签了4天以后，我就把预付金600万打过去了。我们是按合同办事情。你我两个的交情，你是应该了解的了，啊？好的，好的。那明天凑个250万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少借点不行吗？嗯，算了。陈武，怎么了，谭总？现在账上有多少钱？嗯，账上的钱不多了。多少啊？大概有50万左右吧。嗯，我想挪用50万块钱。这些钱都是工人们回家收麦子的钱。收麦子不行。对不起啊，我挪用这50万，我会及时还上，因为我有点急事。嗯，好的。家发，我今天跟李队长联系天了，都联系不上，咋回事呢？哎，不是，开会不方便，我会儿打给你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先这样了。哎，家发，家发。在我的人生最迷茫的日子里，我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不用站起来，你坐。大东，别难过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了，我听说那个警方正在通缉那个嫌疑犯，他一定会被绳之于法的。再说了，有我们呢。大东啊，你再担心个，没什么过不了的关，公安的欠款，我先帮你垫上了。农民工啥都会，今天弄个足球队，明天参加世界杯，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哎，老乡，哎哎妈，那不大东回来了吗？你笑大东，耶！大东，哎呀，我们有孩子跟着你干，我们就是你的横杆二将。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双喜临门啊！大东回来了，农民工足球队成立了，我们要为中国农民工争光、着想，大家别忘了啊！给钱，一、二，给钱！知道那些什么吗？大工程，想参与吗？我连做梦都想。我会给你推荐，具体要看你自己实力了。我会全力争取。这个项目挣不挣钱没关系，参与这个项目我感觉非常有意义。大东。你放心啊，我们会全力的支持你。要是你这次竞标成功的话，那么你将成为两亿多农民工的骄傲啊！加油啊！嗯，喂喂，好，好，哦，中央六零啊，中央广播电台现在现场直播全球直播农民工足球队，现在比赛实况开始。我是老罗，我就是今天喊叫声啊，大家得使使劲啊，是吃奶的时候使出来。哎，老罗，别在这瞎指挥了，你看这谁？喊叫声，对呀，哎呀，这是喊叫声，绝对的，真版呢，这还用做什么 DNA 鉴定？喊叫声来了，喊叫声来了，耶！大家欢迎我呀！欢迎欢迎欢迎！哎，听你们口音是汉的，汉的，哎呀，我也是汉的人啊。喊叫声是汉的人，喊叫声，喊叫声，心里装着农民工。今天到工地，大家呱就呱就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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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兄弟，大了大了大了啊！哎，怎么着？这伙都是咱工地的足球员哦，从小都看你踢，都看你接受足球哦。嘿，大家伙特别欢迎你，是今儿真的来了，咱大伙再欢迎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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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带着嫂子来的哈，我是助理，你好。你说话注意精神文明。哎，韩老师，您坐，你坐坐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我们这条件儿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条件儿。史前最出色的解说台，别讲究，我用的，我用的，我用的，这才叫因地制宜，因陋就简啊。你黄黄牌，哎呦，太棒了，黄牌。老罗，你都下去吧。哎，你这毛牌，你都下去吧。韩老师，那我他妈下去，这太棒了啊！下去了，解说交给您了啊。不是，你下去，放心吧，下去。我不仅实现了20的梦想。而且，韩乔生老师还亲自为我们农民工足球队现场解说。各位观众、台湾同胞们、海外侨胞们，现在我们是在朝阳建设工地，现在现场直播，在这里进行的农民工的足球比赛。随着守门员的一声哨响啊，对不起，随着老罗兄弟的一声哨响，比赛开始了。现在我们看到是架子工队在进攻，架子工队大脚开在前场，紧跟着一个头球，好个门将把他扑住了，这门将发球表现非常出色，对。瞧，我都开始吃螺丝了，太精彩了！他形象确实像八乔。如果要早点发现的话，他有可能被选进意大利国家队，不，选进中国国家队。哎，早点用农民工的话，中国足球早冲出去了，是不是，姑娘？是。哎，刘若飞啊，你看，考虑到少数民族政策，考虑的真周到。虽然工地条件简陋一些，但是可以看到，太漂亮了，好啊，进球了，好嘞！加油！架子工，加油！水电队，反击！水电队，反击！经过了那次大的挫折以后，我的事业也开始顺利了，工程也越做越大。可是，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。老板娘，孩子长这么大了啊！
老板娘，还真多不？咦，这老板娘的号还真像爹娘哎！咦，哎呀，上次俺老板娘肚子还这样嘞，现在号这高了。是，一点没变啊。对，都得一年那么多年。时间啊，不知不觉的过了。吃点啥？老规矩吧。哦，老板娘。哎。老规矩，上菜。来，老总，来。真香啊，还是那个老味道。那也不错。我今儿给他拿货说点事儿。啥事儿？你不要卖关子嘛。今天我拿到一个奥运工程的竞标书。奥运工程？对对。咱做？对。我的乖乖，咱有这实力吗？咱行啊，咱整的奥运。奥运工程。这干香，咱就敢做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大东说的对，可也是啊。你说咱不做，咱咋知道不行？那万一咱要能成了，那看奥运会的一景啊，好不好看？再说了，咱们农民工这回参加这个奥运工程，也是咱农民工的荣耀。那是，谁说农民工都干不成大事儿啊？是不是？来，咱为咱这工程干一杯！干干！预祝咱们这工程干杯能成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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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多人。今天我给大伙说一个重要事情啊，像咱一个奥运的工程，咱想进行投标，这时间还特别紧张，希望咱大伙都把劲儿绷起了，因为这个工程跟以往咱干的工程都不一样，它的意义远大于以前咱干的别的工程的意义，所以说呢，咱这时间呢一定要掌握住了。咱大伙一定要齐心合力，把这个工作做好的。不用说，我的心你最知道。全世界相拥着怀抱，所有的梦想正在燃烧。拿到项目这几天，我兴奋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。毕竟这是举世瞩目的大工程，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荣耀。我一定要把它做好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很多人一辈子也赶不上。作为一个中国农民工，能够如此幸运，已经足以自豪了。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好，这样，谭双剑，你先告诉大家，你最近演了个什么电影啊？离开那种老家的农村，来到城市的一个成长史。虽然你没有文化，但只要你在这社会上肯吃苦，努力去工作，坚持，所有的一切肯定会实现你的梦想。
好，来，我想要一下我需要的那份道具，来给我。也特别巧，今天是双剑母亲的忌日，真的挺巧的。然后我说，双剑为鸟巢付出了那么多，没回家看妈妈，很多人的遗憾，双剑是最大的遗憾。说补一个小小遗憾吧，回头看上面有你母亲的照片，替我们把这个话题。可以对着你母亲把想说的话说上，人就是忠孝不能两全，孩子，你妈妈肯定特别理解你，知道吗？没老欠你，你做多少事儿，当母亲都能原谅你，不能老觉得自己好像特别亏似的。你妈会不会也高兴？跟你妈妈要好好的说说。那天我那么巧也穿着这样的衣服。妈，其实你不要怨你儿子，当时确实因为工作的需要，我没有办法陪到你身边。其实我是爱你，我也特别想你。希望你在天之灵能理解，我会努力去做的，家里边人所有的都挺好。我们感谢所有帮助我们农民工兄弟姐妹的朋友，但是我们觉得这种帮助还不够，我们的要求是无限的，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帮助我们所有的人。